今天在群里买的 Lay's 乐事原切地瓜片的原味和黑糖口味，一起来吃看看吧。我先吃原味地瓜片，这款类似我之前吃过的卡迪纳香自然地瓜片，还看得到些许地瓜皮，吃起来是薄脆偏硬的口感，口味微甜。印象中卡迪纳比较有地瓜的甜味，这款虽然有加糖，但感觉味道还是淡淡的。再来吃黑糖口味，打开有闻到黑糖的味道，外观是一样的地瓜切片，这款我觉得很好吃耶，黑糖比原味还来得有味道，个人觉得也不会过甜，而且也是卡迪纳没有的口味，是我近期觉得值得推荐的零食。喜欢零食饮料心得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可以留言聊聊你的想法哦。大家拜拜。